对抗不公不义，关心咱的土地，咱的台湾。欢迎收听《一边一国爱台湾》。各位咱空中的好朋友，咱的乡亲时代，一边一国台湾的国家主人，大家午后平安，午后如意，午后快乐。感谢咱全国的乡亲时代准时来收听《一边一国爱台湾》，咱这是全国拢会当来收听，希望讲出台湾人心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陈志忠，志忠同款对每礼拜一到拜六，每一天空中一点钟的时间为大家来做服务。咱做伙空中结缘，做伙来开讲，关心咱的土地，关心咱的国家，关心咱的台湾。那对拜一到拜六，每天的下晡时五点到六点，也就是现主持地中的主播的这个时间、这个时段，在咱的南部地区、高雄地区、台南地区以及屏东地区，麻烦你来收听主人广播电台、主人电台 FM 的台96.9，主人电台 FM 的96.9。那你一早是11点到12点这旁，同款一点钟。在咱的云林嘉义分家地区的好朋友，你就甲准嘉义之音嘉义台。嘉义台是咱同款 FM 的台91.3，嘉义之音 FM 91.3。一早是11点到12点，吼，咱分家地区云林嘉义的乡亲会当甲收听足方便。中昼时12点到1点，在这个大台北地区，就甲收听中华台。中华电台是 AM 的台102.6，周日是102.6。大台北地区这个范围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吼，拢在内，拢会当甲听咱的中华 AM 102.6。中昼时啊，12点到1点，拄啊一边咧用餐，食中昼顿。在休困吼，在休中昼的时阵，那无去嫌，来甲听中华 AM 102.6，人地中伫空中交流开讲。下晡时黄昏的时阵，5点到6点，就是较大，甲大家说报告吼，咱的主人电台，正港有台湾意识的本土台，主人广播电台 FM 96.9吼，这个下晡5点，暗头啊7点到8点。在台南地区，地中我的故乡，就甲准詹文溪老牌主的民主台，台南的乡亲是大拢做熟悉，有哪爱听詹文溪节目？拄啊食饭饱，当在歇困，不哪来听咱一边一国，暗时7点到8点，詹文溪是 FM 的89.9 ，FM 的台89.9哦。咱一边一国的节目，咱是每天拍拼在甲放送。对早时到中昼，下晡到暗时，一天24点钟，任何一分钟咱袂当放弃，任何一秒钟袂当来浪费，一定爱甲这个台湾主流民意的声音，这个心声大声甲讲出来，甲这个台湾主体路线，咱的拍拼，咱的目标，不止要予台湾人民来了解，2350万人来了解，嘛要讲予全世界听。和国际社会拢会当明白台湾人民的主张，甲咱的这个诉求，这个介重要。因为家己的国家家己求嘛，家己的心声靠家己发声，家己的主张家己若无讲，你讲要硬望别人替你讲，那是不可能的代志。所以听众朋友，你无去嫌，逐天来听咱的节目，除了甲地中看甲指导，甲本节目，咱这个吼。我那提供最大的温暖甲支持，我那陪伴你的生活，让你有快乐的心情，希望的人生，咱来共同来拍拼，让一个台湾人有盼望的这个未来。来，今仔日是咱的新历2017年7月24日，礼拜一，又果是一个新的开始希望的开始，我那是挑战的开始，拍拼的开始。那算古历是行到7月初二哦。到今仔，咱大家所关心的阿扁总统、陈总统，遭受到遮尼大的政治迫害，国民党甲共产党联手的，这对着政治犯，犯着这个一边一国罪，
台湾主体路线的这个罪名，就阿扁总统要来承担台湾的新日期，3169天，3100天超过，佮加上69天，冤枉还袂洗清，公道还袂平反，真相嘛要佮继续加油，佮来宣传，才有法度真正大变的一天。3169天，尤其是大咱啊，互相加油，互相鼓励，团结的力量吼，伫中有缘安尼来相信。即摆咱即摆先吼啊，注定甲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啊，等者音乐若结束，就转来咱一边一国爱台湾。尤其是大你唔当转台哦，啊马上即、這个吼啊，当讲休困一下，啉一嘴茶，啊马上转来咱的啊节目现场，感谢你。台湾中国一边一国进行曲。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哎，多谢咱全国的乡亲好朋友，啊，即卖是咱一边一国的节目空中进行中。今仔日咱特别要来关心一个主题，就是这个过桥期啊，前的交通部长。啊，这个过桥期伊案件，当然即卖上新的进度啊，这个检察总长要来提出非常上诉，哦，针对过桥期的这个案哦，提出这个非常上诉，但是结果安怎咱唔知影。那照着过往的经验，咱的司法的实务顶管非常上诉也好，啊是讲再审也好。哦，再审非常上诉，会当来审案的几率是低加无多个安怎低啦？哦，低加无多个低，啊，就甚至讲有来审案，最后结果安怎，嘛就爱去经过法院的这个庭诉，哦，法官的审判等等，啊，咱无多来有测，哦，讲实在话，咱无多有测，下尾安怎去拖磨安尼？整个官司要再折磨多久，在中我不知道，老实说真的也没人知道，哦，所以这个有一关又一关，哦，你说，过桥期比冤枉，哦，过桥期这个是这样比乱判，哦，虽然他现在是刑事上三审是定谳，哦，是确定的已经是要来执行，哦，目前过部长是因为破病的不话就医，实在让咱敢做唔敢。啊，你讲这个非常上诉也好，啊，那就算做讲啊上诉成功，啊，就爱去定来一届，啊，是讲你个个再审，啊，嘛是爱定来一届。啊，你讲这个案，啊，是对一个法官来判着，法官嘛差足济呢，法官嘛差足济啊。你讲啊，毕总统的案是蔡秀文咧判，啊，是周占春法官咧判。啊，是咱大家所尊敬的洪荣华法官咧办，我看是差天甲地呢。一个案件，蔡秀芬伊嘛会当安尼用伊的意识形态咧办案啊，用伊的政治立场咧办案嘛。啊，你要像周占春法官啦，审判着这种公正的，要找几个，我唔知影。尤其是多啊，到即卖司法的状况，大家心内有数啦。大家心内有数啦，所以你讲这个郭瑶琪郭部长，伊当时才有得平反，这是伫这段时间以来，你中无论伫电台咧主持，哦，伫广播咧，伫空中为大家咧服务，接受到的咱的乡亲时代，而且一挂反应也好，一挂看法啦，啊是包括咱伫基层咧行踏，伫基层咧服务，所有这些乡亲。这种是上这种的互阮接阮面的民意啦，你反映的对着过桥期的案件，对着阿扁总统的案件，当时会当平反，大家拢在问这个，当时会当平反，因为的应该平反是共识啊嘛，马英九的政治迫害是共识嘛，马英九用这个司法来斗争。伊伫阿扁总统过桥期部长为代表的这个案，不止这两案，足侪，这个共识。即摆大家要问的是，后一个问题，当时要平反，啊，要怎平反？哦，所以
这个是现在啊，真实在大家很急啊，但是总啊，这是政府才有法度处理，这是主政者啊才有法度处理。所以我呢，其中希望讲利用今仔一挂时间吼，要来讲这个过案，吼讲郭瑶琪的这个案，这实在啊非常，你讲偌奇怪的偌奇怪，偌离谱的偌离谱，偌安怎实在安尼乱来的乱来啦。其实真侪所在对过案，会乎地中我想到变案，想到变案，想到我的老爸这个案件，因为其中有足侪拢是迄种的手法，迄种安怎用甲人安尼甲你按一个罪名，啊无证据的就甲你先骨落，迄种的做法手法实在非常的类似啦，差不多就共一个板路印出来。你看安尼也咧判呢，怪部长一审二审是判无罪呢，所以讲法官你是要哪有策啦？一审会判无罪，到二审会判无罪，那照着实务上，律师你甲请教，这差不多了，安尼啊就无罪啊。这一审到二审的拢判无罪呢，哇白哇啊！你即摆甲上检察官上诉去哩，发回尔，马上甲你改有罪当判，判八年啦。啊！你这对无罪到判八年，迄毋着差天甲地？啊！太讲这台湾的法官训练出来，迄、那个见解太差济啊！用真是都啊奇怪哩对，我嘛毋知奇怪哩对呢。啊！你这太法官啊，这认定无罪，对一审到二审啊，发回了马上甲你改判。啊！来，你上诉，伊就甲你驳回，你就确定啊！你讲生活的机会都无呢？你敢要救济机会都无啊！所以郭部长实在冤枉够深啦。过案的这种的疑点，好、哦，伊这种的受到迫害的程度，人辩案实在是不相上下。哦，咱主要大家来讲，第一点啦，一直咧花就是讲啊，这个这两万块美金，哦，做讲这个第一关啦。但是第中要甲大家讲，哦。这个很清楚，你无论讲是检调啦，吼，还是讲这个安怎去甲搜查搜索，你郭部长伊的厝啦、伊的办公室啦、伊的任何所在，你根本就无这个两万块的美金啦。包括伊本人、伊所有厝内的人、伊的翁婿啦、伊的老爸老母啦、伊的所有亲戚五十，伊的包括伊的子女，所有在伊的账户内底。哦，在户头内底，你无这条两万块美金，啊无怎啊是安怎？美金发卡，怎啊家己会当安尼凭空消失去？哦，这第一点。第二点，调查局去伊个郭瑶琪的厝哦，去甲伊搜索，找袂到第二关啊嘛。啊是尾啊，这个郭部长讲哦，原来你是要问迄第二哦，啊那迄我就主动去互你看就好啊。是郭瑶琪个主动甲第二关啊，去予伊个调查员呢。尤其是多啊，你若讲有犯罪的人，伊会主动甲伊个犯罪伊个证据寄出来哦。你找无准线啊？你找无到准线，你想讲像蔡正元这，伊差不多证据会当甲消灭拢甲消灭掉啊。像赵腾雄属性的宅男要去搜索，伊个秘书啦，伊个助理，共伊个行程都全部立掉啊。迄是尾啊，有一张。无去予伊处理掉的，则去予检调脏掉呢。啊，郭部长伊若讲真正用第二关啊，用安尼去甲收哦，做讲伊个脏，伊个犯罪啦、贪污的钱，伊会主动交予检调上。真正你偷想嘛知啦，无这个人啦。过来就是讲，这个证人呐、啊，哦，证人的笔录前后拢无共。伊这个主要就是讲南仁虎集团哦，伊要来参与投标。所以有到伊的这个，哦，会当讲小老板啦，吼、哦，这个李宗贤，吼、哦，李宗贤，这算个头家仔囝。而这讲伊来上两万块美金吼、哦，要来拍通郭瑶琪啦。啊，这个李宗贤，无要紧吼，啊，你这笔录安怎做？但是你甲比对起来，这个李宗贤先生定位是上主要的，伊的这个笔录伊的口供嘛，头前后边完全是倒袂起来。伊一开始讲第一有两罐，啊后来讲无啊一罐，
一开始讲第二关啊，哦，绝对唔是红色嘅，可能是其他嘅色啊。但是过后期尾啊，甲第二关啊揭出来了，伊讲啊无爱是红色嘅，啊，但是伊一开始讲绝对唔是红色。李宗元讲，本来装第二嘅迄个袋啊，哦，是用迄个塑胶袋啊来装，哦，但是尾啊笔录，佮讲是用迄种嘅。哦，迄种诶用西亚诶迄种诶材质吼，啊，迄种诶丝带，哦，来整迄个地形。哦，头前后边嘛讲无共。伊本来讲第二关啊是迄个铁啊铁罐，哦，讲是铁罐，哦，铁罐。尾啊则讲是无迄是纸，用迄个胶纸板所做诶，哦，是纸罐。一开始讲铁啊，啊尾啊讲个纸。一开始讲迄个两万块美金。啊，两万块美金啊！美金是安尼上大张一百块尔嘛，不比咱台币一千哦，即摆够两千。所以你一万块美金是安尼有啦一塔嘛，所以咱两万块来两塔呢。迄嘛毋是讲安尼薄薄啊，尔呢。所以你庄严一开始讲，迄美金是放伫第二关啊的上下骹哦，放伫底部啦。但是尾啊一个盖哦，一个盖讲无。你的美金是放在第二关那的箱边，哦，放在两边了，对。玉金是大。那讲这个李宗贤，伊的哦，不论讲为着伊案件要安怎来处理，哦，啊是讲伊的老爸甲交代，讲你这个两万就爱送去个过窑期，哦，等有要甲伊啊按来这个案件。到底你的第二关那一关啊两关，你到底？会搞不清楚吗？你的第二关那是红色还是什么色啦？哪色、乌色、绿色，你也搞不清楚哦。你的两万块美金是放伫下底，放伫边啊？啊，你家己你的头前后边拢记袂起？啊，你万一讲是铁啊的，万一讲是纸的，万一搁安怎？听众朋友，啊，这有合理吗？这照讲是伊家己亲手处理的呢，伊亲手处理。啊，钱，这讲哪讲真正有这个案啦吼？伊这钱是亲身交去有过窑期呢？啊，这美金安怎藏？伊讲伊唔知。啊，头前想，后壁想拢无同。这是变哪成立啦？这是变哪成立啦？过来，这个啊，李宗元是头家囝嘛吼？啊，所以这个头家男人户集团哦，伊的这个李清波。李清波伊强调讲，阮无讲学做要行贿哦，要贿赂迄种意思，无可能。只是讲人即、這个贵部长有那多年交情啦，知影伊的即个公主讲学做要出国留学哦，所以咱是包即个红包哦，啊算一个赞助迄个意思哦，这是有那是证人伊的讲法嘛哦，伊讲啊这是一个红包。你若讲真正是要来行贿，迄、那个嘛不符合迄个比例原则嘛，因为迄一个案是几亿万的案，啊你两万块美金，你何代表嘛是一个七十外万呢？啊，这敢有符合迄个比例原则，对价不相当嘛不对呢？过来就是讲，检察官伊认定讲啊，这就是上两万块哦，啊要来讲何来替这个男人付哦。改伊个招标个条件啦，吼、哦，予伊安尼啊方便会当得标，但是事后你甲看，完全无修改任何一个招标个条件，并无发生嘛，这是事实面嘛，哦，这是客观事实面，有改无嘛？啊，确实就无改。哦，过来就是讲，这个几个案，佮在地上改几亿万呢？七亿外个案呢？这个标案是七亿外个代表案呢？啊！你讲送一个两万，好代表六七十万。你讲安尼要甲伊处理好，这嘛不对啦，不符合着社会咱的这种的通常的概念嘛，不符合常情嘛，不可能的代志嘛。要送红包嘛，行情呢？人伊咧，你种话以前讲着爱发照、发建照啦，发这种的使用执照，哦，拢较乌嘛，拢着爱送红包，着爱送钱。几趴，迄种一个行情，哦，几趴有一个行情的啦，也是讲啊，咧关说啦，安怎，哦，啊，你着爱予伊一个对价，
迄有哪有一个潜规则，有一个行情里遐啦，无可能讲七亿外案，你上六十万要处理啦。伊也无去投标，啊法官安尼也当判讲有罪，讲你这是有对价关系，讲你过后期就是要帮这个男人户哦，要让伊也当得标，啊所以你讲收这个两万块美金哦，这是行贿，会拜托的，啊伊无去投标呢，伊也无去投标啊，啊这是咧办安怎？啊最后你看这个过后期案。哦，你最高法院甲伊驳回，啊，电话确定。迄、那个法庭，哦，最高法院拢五个啦，哦，拢五个。伊这个五个法官，人啊比总统比案内底迄个两单案，共款是比最高法院家己，哦，这个自卫判决，家己判决嘛，判谁的是一点，哦，天下敢有法注视的代志嘛？天下敢有我注视的代志？最高法院有那将近一百法官呢，共一庭啦，共一庭啊，甲陈总统的两档案，家己自为破决哦，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从来没发生的破天荒的第一届。共这个法庭，这几个法官嘛是甲过后期的案件，一审、二审拢判无罪，公一审判有罪，去里了，甲你驳回。嘛是讲这点，哦，这是真侪人咧讲讲，啊，这讲有世间有遮巧合的代志吗？为什么安尼？哦，到底出理对？你法律上诶基本原则，哦，你即个作证，你诶证词，前后是无法度有一个合理性的解释，前后不一，这无法度来动作。要判有罪的证据，那有陪审团的制度啦，用真是大吼，这是得法官家己咧处理，实在咱也做无奈。那有陪审团的制度，陪审团伊一个上基本的原则，要判人有罪，你就是这个所有的证据也好，无论讲是人的证据，还是这种的啊不的证据，人证物证，拢袂当有任何合理的怀疑。那何你感觉讲，这内底无合理哦，这有问题哦，啊，太迄、那个，讲迄个第二关啊，数量也讲袂清楚，色也讲袂清楚，地也讲袂清楚，材质也讲袂清楚，藏钱的位置也讲袂清楚，唔是一个怀疑，而是五六个怀疑，这个证据，你陪审团的眼中是无法度来用的，无可能用安尼来判有罪啦，所以若有陪审团。这个过后期案件是不可能成立，绝对是判无罪，无罪到底。佮包括阿比总统的案嘛，同款。啊，既然这么侪怀疑，这么侪这种疑点，啊，法官佫会当硬拗落，这嘛是台湾司法一个予咱大家上批评的所在。所以唯一的理由会当解释政治尔嘛，唯一的理由会当解释的就是政治啊。是因为过后期的背景吗？是因为伊是伫这个陈总统咧做市长的起务团队的，到中央执政伊变成而做扁团队，而这是阿扁总统一手提拔的，啊，所以这就爱点油做记号，这就变乌名单，就是爱政治对杀的乌名单，来对头号建乱呢，是不是安尼？你唯一合理的怀疑是不是安尼嘛？所以听众朋友，你听地中较多，我安尼做一个简单解说，你就知影。莫怪国部长真正是，你阁无病嘛，已经出病啦，就当陈总统同款嘛。国部长你入这个乌楼进前，伊嘛无破病啊。为什么即摆是因为这种的病痛咧不外就医，因为癌症咧不外就医，这比癌症啦。就亲像大家咧讲的刘晓波是鼻肝癌呐，伊的迄个
诊断书顶管吼，死亡证明书爱写鼻肝癌，哦，鼻肝癌嘛，因为伊个肝癌是中国调工，伊调工都无爱甲你医也好，是安尼甲你凌迟，凌迟甲你无癌嘛，变有癌嘛。你本来是可能迄个肝炎，迄个发炎尔，伊即卖甲你误甲互你变癌嘛。啊，所以我讲过部长同款，本家无病，伊就爱咧甲你，互你安尼真正是硬事业无伤。应该嘛出癌啦，啊！陈总统的唔是同款，本家的脑头有啥问题？会当用到一个脑，对100%变80%变70%，啊！这唔是国民党的司法变出来，哦，所以这种非常清楚，啊！不怪讲即卖大家咧声援，希望讲安怎会来啊、非常上诉，啊，好再审啊，各种主张，但是地长也认为讲实际做法、直接的做法还是要特赦。非常上诉，我较多好讲嘛。你搁定来，你嘛唔知对这法官处理啊？又讲假无？法官若有讲讲假，安尼真正是有小有败败。啊，若无变喏，伊若不讲假，你变喏？你搁要补一处了，啊，搁要来一处非常上诉吗？再审嘛，同款啊；重审嘛，同款啊。嘛是你得爱看伊个法官啊。啊，台湾的司法无解决进程，即个法官的状态无解决进程，你要哪期待？哦，你要哪期待嘛？啊，所以为什么爱有特色，爱有特色？当你这个司法的救济天数已经失灵啊，因为这个有政治性内底。你若讲一般这个案件，可能法官伊的迄个意识形态未发挥到，伊对着一般人无什么做意识形态哩，上加是看你较顺眼，看你较袂爽安尼尔。但是过后期的案啊，好阿比总统，这种是政治案件嘛？既然是政治色彩这么啊、明显的案件，伊绝对有意识形态。今仔若意识形态，就是看陈总统袂爽，看国部长袂爽的，啊，绝对就甲你，伊太有可能讲一下甲你判。这你土上嘛知啊，这咱用伊的常理甲判断就知啊。所以政治案件你无法度行一般程序。所以咱是安怎，世界各国有这个特赦权。而且是总统的政治判断，总统的政治特权，这是无需要任何条件，无需要任何要件，无任何限制的总统特权嘛。一方面是让你救济，司法上因为安怎的因素也好，是较早去造成这种的冤案，冤案的时阵你要来救济，总统的特赦。一方面是因为讲，哦，咱这个民主当在发展，政党的对抗。政治的斗争免不了一个有那安尼的过程，那因为安尼的政治因素，所地书造成案件的时阵，总统特赦来解决掉这种的政治案件。所以在地中我的看法，和大家做参考，这个爱特赦。郭瑶琪的案，小英总统有写批咧甲鼓励，哦咧甲慰问，咧甲安慰。但是蔡总统会当做的不只写卡片，蔡总统会当做的不是单甲过后期部长写卡片，而是讲送花甲鼓励尔。宪法如何总统特赦权？蔡文总统根据着较多人讲遮济，真的显然是一个冤枉的案，哦，显然是冤枉的案。但一般咱是咱百姓一介平民，咱无这个权。咱大当声援，咱大当讲话，你去包括媒体，大当讲。但是总统有这个特权嘛？总统伊个只要批落就特赦嘛？啊，这毋是行过部长一个最大的功德嘛？来，咱先讲到这吼。啊，进一个工商服务，等下阁转来咱的现场吼。啊，咱的厂商平台服务的专线，共款是07-761-8075。07-761-8075吼，尤其咱即卖有啊新的产品，上新的产品，啊这个钙滴加啊，甲大家我来做介绍啊，听众朋友你甲斟酌甲听一下吼，我来甲做参考，多谢。即卖是广告的时间，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每一位即卖伫收音机头前的好朋友，拢是咱一边一国上重要后盾。
伫中嘛用上好的节目内容，甲上好的产品来回报咱大家，推出一个新产品，除了甲一般市面上的商品同款，爱通过国家相关的检验甲申请。其实，伫广播电台要来放送，阁爱遵守广告电视法的规定甲标准，非常的严格，甲电视的广告你所看到同款，所以大家会当安心来服用。咱所推荐的产品，伫中嘛特别要求，对身体功能也好，吸收的效果也好，拢一定是爱上好上巴滴，互咱的听众朋友会当一边支持爱台湾的理念，一方面阁对你的健康有实际即个帮助。亲像咱所推出的新产品钙低加，食好到小补，伫中我嘛是亲身食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发觉即个效果确实袂歹，才介绍互咱的乡亲士大，上优质的产品推荐予大家。原料对日本进口的正型 Q10， 佮独家添加着卵磷脂、葡萄籽萃取物、维生素 E 加营养素，食一罐会当抵几啊罐，两个月份2800块。正型的深海鱼油，原料对北欧国民所得上悬的挪威来进口，有丰富的 Omega 3，会当补充着 EPA 加 DHA， 两个月份2200块。佮行政院农委会技术合作的和平牛樟脂，是真正用牛樟脂的脂实体落去做，甲一般用培养的菌实体是差天甲地啦。一个原料是规粒的牛樟脂，一个只不过是细菌的菌丝。伫中安尼讲，大家就足清楚。正港台湾的国宝，只有台湾人才食会到。和平牛樟脂一罐食两个月3500块，用几只鸡仔落去滴的新鲜滴鸡精，口味就亲像古早咱的阿嬷用家己饲的土鸡仔来滴同款，芳醇又好啉，补充元气，嘛是病人要恢复到体力上好的选择。一盒有30包，是5400块。最后是咱的钙低加，钙低加用上好吸收的钙质来制作，佮加上会当调整你的胃肠的功能，对韩国进口的贝塔葡聚糖的多糖体，会当增加你的钙质的吸收。帮助你的骨骼加喙齿成长的维生素 D， 啊，佮有胶原蛋白。不管是需要补充着钙质的老大人，啊是当咧大个少年朋友，拢做舒适。一罐120粒，加黄金只要1200块。以上五项的产品效果拢无同，优良佮有保障。拜托乡亲士大大大力加支持，请卡服务电话0776180075，0776180075，多谢。感谢咱全国的好朋友，对着咱工商服务的内容，尤其是新产品的一挂相关的资讯，有不了解的所在，唔免客气哦，请你甲卡平台服务的专线，对早时9点到暗时6点，拢有专人替你做服务。0776180075，0776180075。今仔咱特别主题要来讲过窑期部长的这个案。因为你对这个案，其实真多这种的有一挂的这种的重点也好，还是讲细节也好，你拢看得到阿扁总统吼，迄、那个扁案，伊的迄个影里内底，足济手法，足济班路拢共款，这嘛是凸显着国民党，因就是用司法做政治工具，啊，就是遮尼可恶，就是遮尼可恶。听众朋友，这不是咱伫中国咧讲，我特别找到哦，咱的这种民视吼政论节目《正经看民视》，裴文正教授咧主持，阿嬷咧主持吼，内底有哪有一段真关键咧讲到过窑期部长案，每一次伫中我只要看到、读到哦，像过窑期部长伊的这个红赛吼同款是裴教授。裴公辉教授伊所出一本册，也是讲伊的这个红赛伊哩哦，是讲电视上公开咧讲到伊的太太的这个案，迄种的艰苦，迄种的心情，哦，这种我会当体会啦。哦，因为咱本身咱也是这种司法的哦，司法政治迫害受害者，我知影。咱家己，包括我本人在内，包括我的老爸老母也好，这就是安尼去用迫害嘛。所以咱做家属的心情，尤其本身咱也经过，
咱知影讲，迄种心内的迄种安怎硬的，无多严重啦。都硬会当硬死的就对啦，硬会当硬出病啦。迄种的硬，迄种的折磨，啊，所以要安怎把这种啊冤枉赶紧来洗清，为会当平反，治着天光。歹势吼，之中相信讲这是最重要的工作，这不是咱个人，不是咱过后期个人的案，阿比总统个人的案，这是规个台湾司法是不是会当脱胎换骨，重新出发一个上关键的观察的指标啦。我相信小英总统知影。来，咱即摆面试这段，咱甲听一下。有哪第一次吼，啊，互大家用这时段来做参考吼，啊，分享给大家。来，赶紧甲伊这个啊听看麦。那我要问的事情是，这中间的过程当中，还有调查员可以销毁有利被告的证词，重新制作不利被告的笔录，这是真的吗？在调查局那天早上啊，这位污点证人，他当时实际上是被告。嗯，那么他在整个早上呢，调查员问他呢，他笔录已经一个早上呢已经做完了，那里面包括就是茶叶罐的数量啊，两罐，还有颜色、材质，以及他怎么放钱啊。然后他这个过程是这样子哈，这个检察官问他茶叶罐到底什么颜色，他说我想不太起来，但是不是蓝色，哎，不是绿色，啊，最后呢，哎，搞了半天呢，他说是红色，啊，结果呢？他是刚好相反，他说绝对不是红色，因为红色太熟了，大概不是蓝色就是绿色。哦，然后呢，他钱是怎么装的？那个茶叶大概是用那个塑胶袋装的啊，那钱是放在茶叶下面。结果是红色。结果是红色，然后呢，铁罐呢变成厚纸罐，然后呢？钱摆的方式啊，他本来说是这个放下面，跟他的会计小姐讲的完全不一样。Okay. 因为他跟他会计小姐一起演练怎么摆。Okay. 好，这个彭院长讲到这个故事，我稍微往前多说一点点，就是说这茶叶罐呢，来送茶叶罐的人是谁呢？就是说来意图行贿的人是谁呢？就是郭亚旗郭部长有一个朋友啊，就是在南仁湖集团的董事长叫李清波。那么李清波呢，有一次打电话给他的儿子李宗贤。这段话呢被调查员给录下来了，所以展开这个侦查。这个爸爸告诉儿子什么呢？他说郭部长呢是我们很好的朋友，他这个人做官非常清廉，现在他听说他的儿子要出国念书，你帮爸爸呢包个$20,000哦，做几个收回意思意思拿去帮我拿去，那这个郭部长一定会推辞，所以你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在茶叶罐里面呢不被他发现的方式呢把这个$20,000送给他。好了，这段话被调查员给听到了，于是展开铺天盖地的追查。那么这个儿子呢，李宗贤，后来呢，连他用什么样的茶叶罐的茶值，到底是一包还是一罐还是两罐，是铁罐还是这个木质板这个纸板罐，他都讲不清楚。连是蓝色还是绿色，他说绝对不是红色，结果确实就是红色。所以我们说嘛，当一个证人的证词，而且这个证人又是污点证人哦。什么叫污点证人？就他把这件事情咬出来，以避免来脱罪他的行贿罪。对于这样子一个前后供词不一的证人，通常我们必须要怀疑他证词的可靠性。结果我们从头到尾的检察官跟法官都没有质疑，是这样吗？是，是的。那你们没有提出疑问吗？提出来，但是他们完全不采用，所有有利于郭瑶琪的证据，一概都不采用。哦，好，那我们接下来看，那换句话说，如果这个人是长夜的行贿的人，就他每天都负责去行贿，他可搞不清楚说我昨天的是红色还是绿色，我今天的是茶罐还是铝罐，是一罐还是两罐。如果你不要说一辈子就行贿一次，你偶尔行贿一次，你总会记得吧？而且那件事情事隔并不是很久远嘛，对不对？他可以斩钉截铁说不是红色，结果是红色，这证明什么？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好，为什么这个污点证人颠三倒四的证词变成全案唯一的证据？全案还有第二个证据吗？对，他就是早上他非常清楚的跟调查员讲的东西讲得很清楚啊，而且他还跟调查员说，你看我很有科学精神，我知道怎么去摆放，很有科学精神。后来下午我太太他知道说他们要搜索什么东西，我太太说哦，那我想起来了，曾经送过我一罐茶叶，也已经在用，有用过，那我就回去带吧，就带到调查局那边。后来放到调查局，就拿到这个李宗贤的
前面的时候就跟他说，这一罐是郭阿奇从家里带来，你当时送给他的。对，这个时候李宗贤呢，他突然说两罐啊、哦、两罐啊，两罐啊，怎么会是一罐？谁说是？哎，那那个接待人说只有一罐啊，这个郭阿奇说一罐啊，就带这一罐来啊。就他突然说，哦，好像是一罐哦，谁说是两罐的、哦、然后就开始啊，就开始就很多东西都忘掉了啦。嗯哼哼，在那个审讯过程当中，他就很多东西都忘掉了。那既然忘掉，就不能当证词啊。然后很奇怪的是，他到我家什么时候几点几分，然后跟到我家怎么进去，怎么跟我家人谈了些什么话，我们家怎么摆设，清清楚楚。但是对这罐茶叶罐他什么都不清楚。 OK， 但是这样却成为唯一的证据。反反复复早上所有有凭有据他讲得非常清楚的这一些证词，调查员就从电脑里面呢把它消除掉。还有呢，经过他已经确认的这个笔录啊、哦、当场销毁。就以郭雅琪拿出这一罐他送来的茶叶罐，调查员指的这一罐让他做笔录的这个笔录呢，当作唯一的证据。嗯，可以这样的吗？可以撕毁笔录吗？可以这样吗？当然不可以了。哦，乡亲时代哦，你甲听看卖，你甲听几句哦。主持人最后的疑问啊，可以这样吗？会当安尼吗？原来的笔录会当安尼做做的，无我会怎啊立条啊？佮重新做一份是符合伊的期待的啊？那安尼也免写书法啦嘛？啊，就书斋就像古早安尼，啊，就直接看要安怎判啦，安怎判哦？看这个啊，就管太爷要判安怎啦，安怎判啊？太爷佮写书法制度啦。所以你得对这个案件内底，你看会出来，这台湾的司法无解，他会使啦。来，咱先甲进一个广告，吼、哦，啊，等一下回来咱的节目，多谢。现在是广告的时间，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准时收听咱一边一国爱台湾。从咱节目的第一集开始，都有真侪好朋友和弟兄宝贵的建议，弟兄拢有考虑心肝头，有哪正注重。大家咧讲，大家真要意，因为年岁的关系，骨头的问题愈来愈多，足需要嘛，希望之中介绍这方面的产品。我唔敢放袂记住，有哪真认真来做研究，因为若是要推荐，绝对袂当是轻轻猜猜。不管是伊的品质还是效果，拢爱是一定一。即卖经过一年的时间做研发，嘛通过着国家相关的规定甲程序，咱即卖要推出着上新的产品钙滴加。钙就是钙质的钙。D 加的是维生素 D 的意思，其中甲大家来做介绍。对着钙质的补充分几啊种，依着吸收率来讲，吸收率上好来吸收的是柠檬酸钙，再来则是乳酸钙、葡萄酸钙，最后是碳酸钙。所以咱是用上好的柠檬酸钙来制作，而且这款的钙 D 加不是一般补充钙质的产品尔，咱阁专工添加足侪特别的成分。亲像其中一味是专工对韩国进口的贝塔葡聚糖，这是一种新型的水溶性膳食纤维，会当促进你胃肠的蠕动，调整胃肠的功能，帮助吸收更加完全。有哪添加会当增加人体对着钙质的吸收，帮助你的骨骼加喙齿来生长的维生素 D3， 还有大家都知道身体真欠缺有哪真重要的胶原蛋白，这会配合来服用，让咱的听众朋友对着骨头的补充保养有上全面的照顾。经过一年的研发，上新的产品钙滴加，一罐120粒，加运金只要1200元，大人囡仔拢合用，会当用吞的，嘛会当用煲的，推荐给大家。咱固定的产品有哪欢迎着继续来注文，正型 Q10 原料对日本进口。各加上卵磷脂、葡萄籽萃取物、维生素 C、维生素 E， 一罐加2个月2800元。正常的深海鱼油原料对北澳的挪威来进口，有 EPA 和 DHA， 一罐是2200元。加行政与农委会合作的和平牛樟脂，用牛樟脂的脂实体，规粒的牛樟脂去提炼制作，一罐是3500元。芳醇佮好啉，纯天然的新鲜地鸡精。
补充你的身体元气，一组30包5400元。以上五项的产品效果拢无同款，欢迎你来电询问，服务人员拢会先困来做说明，照着每一个人无同款的体质甲需要来做介绍。接卡联合服务专线：0776180075，0776180075。感恩努力。非常感谢咱的听众朋友啊，同款是咱一边一国爱台湾吼啊，节目进行中。今天咱的主题特别来讲过窑期哦，部长的这个案，讲有偌冤枉就偌冤枉。你对过部长伊红晒，吼安尼规个来龙去脉咧讲，调查员安怎是安尼设计，安怎用心计较哦，啊得笔录做做个，安尼无满意怎啊拆掉？但去粪扫当去顶做一份，会当安尼吗？可安怎啊？这个傲慢嘛，袂当安尼傲慢吧？再怎么野蛮嘛，袂当安尼吧？伫过岸内底，伫边岸内底，看到太侪这种的情形，这莫怪讲你讲八成的人无满意司法。来，咱搁甲看吼、哦。啊，既然这个案件过后期的案件最后判有罪，人阿比总统的龙潭案迄个案。都要讲一定的话，官最高官你讲一定啦。啊，这世间有哈尼巧合的代志嘛？你去后迄个雷拍到嘛无啊？迄、那个机率嘛无遮尼悬呢？来，搁另外一段吼、哦，有那是啊，正经看面试啊，伫中我甲这个录音带吼甲刻出来哦，大家甲做一个参考。OK， 好，来，这整个过程当中是哪些可恶的调查员、检察官跟可恶的法官？我们一定要把他的名字给列出来。这才是正经看民事的风格。首先呢，这些调查员，我对你真的很抱歉，因为你们的名字我们没有完整的收录到哈。但是我们会慢慢的补齐啊。我们从检察官开始看起，检察官就是刚才讲到的台南地检署检察官吴文正，他是监听搜索的过程他负责。台北地检署的庄俊仁检察官，这个尤其可恶，搜索起诉的是他哦。这么清楚的证据调查完了，他起诉。一审法官刘芳慈、林耕栋、黄少红，他虽然判无罪，看起来是个不错的法官，但是他跟二审法官都一样哈、哦，他们认定这个过程当中的犯罪事实，包括收受20000美金，只是认为这不构成犯罪的要件。好，二审法官是王聪明、黄雅芳、陈世宗。换句话说，以上这些人，即便判他无罪的人，在证据的调查上都没有采取公正的方式。更一审的法官可恶了。周盈文、詹俊宏、林海翔改判有罪。这个周盈文是谁呢？我非讲不可了哈。这个周盈文呢、啊，他是判贬龙潭购地案17年半的法官了、啊，这也就算了哈。另外呢，这个马英九的这个戴罪羔羊余文呐、啊、哈，余文被起诉那一天，这个可恶的法官周盈文竟然在报上登了，写了一篇文章，标题在说那一夜我们睡不安稳。我说哦，我们有这么可恶的法官在判案哦，我们全台湾2300万来宾哦，2300万同胞，每一天晚上都睡不安稳啊。好，另外呢，更一审法官还有谁呢？詹俊宏、林海翔改判有罪，更二审的法官陈明富、赖邦元、陈明珠改判有罪。最高院的法官这一组人呢，一定要看清楚，谢俊雄、魏思和、吴信明、蔡国清跟徐文亮这些人呢，就是在台湾的司法法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重量级人士，因为就是他们五个人发明了实质影响力。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前前后后的法官，岳宏社长你怎么看？这里面呢，刚才你那个名单里面最有名的大概，因为其实哦，二审以后的法官哦，属蓝或属绿，其实大家都很熟，因为他每天上班，然后一定会聊，然后呢，那个法官的立场都是很鲜明的。哦，像最有名的那个曾德水嘛，他是那个已经到妖兽栏嘛，那个开庭的时候有个当事人只是不小心讲了一句说他是228的受害家属，就讲了这一句被曾德水骂半个小时。那刚才这些名单里面呢，最深蓝的哈、哦，就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周盈文跟谢俊雄嘛。谢俊雄是最高法院大家都知道他已经是蓝到那个可以发光发亮的，所以阿扁的案子呢，就是他自为审判、自为判决。这个自为判决呢，我跟他算过哈、哦，这个、发生的百分比大概是1/1000，就是说在
中华民国所有上诉到最高法院里面，他们从来最高法院不会自己下判决书的，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都是只有两种，一种是撤销说你判得不好撤销发回全判，一种是你判得不错别人的上诉驳回，一个是确定，一个是你重来。因为最高法院是只有法律审，他不去做事实的认定。但阿扁就是在谢俊省当庭长手上呢，自为判决把他确定的。那郭耀祺这一件也是一样，在庭长谢俊雄的手上让全案确定的。那谢俊雄法官庭长呢，他是庭长，他在最高法院，你只要一问说谢俊雄是蓝的是绿的，他家一定会笑一笑告诉你说那个不用问，他是非常蓝。那周英文呢，周英文另外还有一个传说啦，他判扁判马英九无罪的时候呢，听说他还曾经向人家呢很洋洋自得告诉人家说马英九有打电话向他表示谢意，而且还跟他说如果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打电话给他。光这件事情就应该调通联记录出来查、啊、可以这样干吗？听说了，听说他们、哦、他很得意的时候跟旁边的同事这样炫耀过。那当然这个是传言，因为这个我想他本来一定会否认他这样说过，但是有人听过他说的人这样子形容给我们听了、哦 okay. 那我们现在台湾最大的悲哀就是说到二三审呢，其实现在一审的问题是程度比较差，办案不认真，但二三审呢其实意识形态很严重、okay. 尤其深蓝的呢意识形态呢都非常的深重。尤其是大吼，你对这个黄社长吼，黄岳宏发的时报的社长伊在讲，愈听咱是愈惊呢，你真正，你看原来这个到二审三审的法官，伊的伊个意识形态会来影响到伊的，也是伊的意识形态是在决定伊的办案。你要判有罪无罪，判生判死哦，这个做什么谢俊雄啦、周银文，讲的是哪家出价的了？对，迄众人知啦。阿扁总统的案，郭耀祺部长案，送到伊的手头，迄毋着包死刑的。所以这无解未使，真正毋是咱咧讲批评台湾的司法。实际现状是安尼，哦，这无赶紧安怎改，无改嘛无法度平反，哦，平反爱再审，所以你讲要搁交，你讲搁要非常上诉再审，若搁交等于即个谢俊雄啦、周英文啦、蔡守训啊，这些人的手头，你要怎处理啊？所以为什么只有蔡英文总统的特赦，只有蔡总统的特赦，才有法度真正先来救济这个案？来达成这个平稳的目标。来，最后一波的感想服务，咱家听一下哦。服务专线同款是0776180075，多谢。即卖是广告的时间，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每一位即卖伫收音机头前的好朋友，拢是咱一边一国上重要后盾。伫中嘛用上好的节目内容，甲上好的产品来回报咱大家。推出一个新产品，除了甲一般市面上的商品同款，爱通过国家相关的检验甲申请。其实伫广播电台要来放送，阁爱遵守广告电视法的规定甲标准，非常的严格，甲电视的广告你所看到同款，所以大家会当安心来服用。咱所推荐的产品，伫中嘛特别要求，对身体功能也好，吸收的效果也好，拢一定是爱上好上巴滴，互咱的听众朋友会当一边支持爱台湾的理念，一方面佮对你的健康有实际即个帮助。亲像咱所推出的新产品钙滴加，食好到小饱，伫中我嘛是亲身食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发觉即个效果确实袂歹，才介绍互咱的乡亲士大，上优质的产品推荐予大家。原料对日本进口的正型 Q10， 佮独家添加着卵磷脂、葡萄籽萃取物、维生素 E 加营养素，食一罐会当抵几啊罐，两个月份2800元。正型的深海鱼油，原料对北欧国民所得上悬的挪威来进口，有丰富的 Omega 3，会当补充着 EPA 加 DHA， 两个月份2200元。佮行政与农委会技术合作的和平牛樟脂。是真正用牛樟脂的脂蚀体落去做，甲一般用培养的菌蚀体是差天甲地啦。一个原料是规粒的牛樟脂，一个只不过是细菌的菌丝。伫中安尼讲，大家就足清楚。正港台湾的国宝，
只有台湾人才吃得到。和平牛樟芝一罐吃两个月3500块，用几只鸡鸭落去滴的新鲜滴鸡精，口味就亲像古早咱的阿嬷用家己饲的土鸡鸭来滴同款，芳醇又好啉，补充元气，嘛是病人要恢复到体力上好的选择。一盒有30包，是5400块。最后是咱的钙滴加，钙滴加用上好吸收的钙质来制作，佮加上会当调整你的胃肠的功能，对韩国进口的贝塔葡聚糖的多糖体，会当增加你的钙质的吸收，帮助你的骨骼加喙齿成长的维生素 D， 啊，佮有胶原蛋白。不管是需要补充到钙质的老大人，还是当日大的少年朋友，拢做舒适。一罐120粒。加运金只要1200块，以上五项的产品效果拢无同，优良阁有保障。拜托乡亲时代大大来加支持，请卡服务电话0776180075，0776180075，多谢。多谢咱全国好朋友，哦，今仔咱节目到这做一个收束，啊，咱后回空中再会，感谢收听，多谢。